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我们来吃海底捞啦。这个是他的店门，多伦多这边一共有两家，我们来的是释迦宝这一家。谢谢宝，测体温是吧？对对对，可以先洗一下手，然后测一下。他先给我们测一下体温就可以。对。那我们这边请了，来吗？这边餐饮快。我还没有来过加拿大的海底捞呢，看一下和北京的海底捞有啥区别。还是挺大的，这边也是用 iPad 点餐的，谢谢。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塑料袋，他们家现在没有牛油麻辣锅底，所以我们只能点了一个清汤麻辣。一人畅享套餐，国内有这东西吗？没有。有。肥牛是9刀一把，羊肉是12刀，加一个虾滑12刀。肉汁奶酪薯条，这好有加拿大特色。这普汀了。对，加拿大的普提，这真的太绝了。爆浆榴莲球，没有，对，没有。香甜番薯条，这也是加拿大特色吧？酒酿圆子，没有。这些饮料都差不多哈，它应该有那个自助饮料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好吧，它这边没有自助的饮料，所以只能这样单点。这些是给我们的餐前水果，有哈密瓜和橙子。现在我们的锅底上来了，我们点的是清汤麻辣锅，菌汤、番茄还有清水。看一下他们这个小料台，是每个人399，然后自取的，就是和国内很像的。这边还有一些推荐的搭配方式给你。这边自取的就是有水果，不过它水果就是哈密瓜和橘子。然后黄瓜，这边还有凉菜可以取，是海带、毛豆，还有花生米，小料也是很全的，和国内一样。我们菜现在上了一部分了，哇，它上的还挺快的哈。嗯，就差一酥肉。我搞了两碗酱，一碗是北京风味的麻酱，一碗是油底，我加了一些蚝油啊、醋、酱油之类的。肥牛，这是羊肉，这是毛肚，还有里面一个滑牛肉。这下面是吃火锅，我们还点了鱼豆腐。回去了还回来了多吗？不回来了。上面还有一整份茼蒿。你还有一年。对。哎，不吃。两份羊肉，这个是。这个是黄喉，这是那个脱骨鸭掌。脱骨啊，脱骨。这是羊肉。这是羊肉。搞了一个这个番茄牛肉粒汤喝。能不能找师傅帮我们把羊肉蘸了我的香油点，吃一口辣的羊肉。有一部分员工是国内来的，有一部分是本地的，然后都经过统一培训，所以你们都特别棒棒。你们这太专业了，感觉跟国内有工作链接。没有，业务还是我也是干的。你是说广东话的吗？啊，对的，我是广东的。听你说话就是广东味儿。没事，粤语需求大，反正。我们的撑面师傅来了，还自带了一个音响。很厉害。哇，好厉害！这绝对是国内来的，贵还带音响，太好玩了。我感觉大哥场面糟践了，应该直接蹦迪去。来一段。哎，吓我一跳！啊，天哪！哇！您是国内来的吗？还是在这边的？台湾来的。台湾的海底捞来的。台湾有海底捞。嗨到加拿大来了，我太专业了。好，先下一条，老板们上个第二条。好嘞，好嘞。师傅谢我，师傅谢我。师傅给我们换了一首歌，没想到还是同一首歌的 DJ 加速版。我
我才知道台湾也有海底捞。我也刚知道。虚的。国际化大企业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有眼福了。好，你太看重换车现场了，对，还找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是的。好厉害！行，真的来加拿大，开玩笑。哎，我感觉这个一般人不会干这事儿，真的。我感觉好锻炼身体，这不是一般人有氧运动吗？挺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来，陈总，陈总也来一个，陈总来一个，这个必须有，这个必须有。谢谢。他们这儿居然有一个上菜的机器人儿。这小车带着一堆菜自己过来的，我们不是。对，但是刚刚我们上菜的时候是服务员小姐姐上的，反差不重要。这个小机器人，好可爱。我们现在吃完了，最后我们四个人一共是吃了232.39刀。